在现场的叔叔、伯伯、叔叔、阿姨，全部每个人都有红包代购，好不好？来，那个志工，一个人发一个来。快快快，志工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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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这个红包不一样哦，这个红包袋是电动的哦，电动红包哦。麻烦都发一下，每一个人都要有，里面有刮刮乐哦，里面有刮刮乐哦。来，帮忙发一下。这边没有，你输入他的网址，他会这个兔子会动哦。这个还没有，还没拿到的。阿公没有，你给的，还没看到啊。每个人都有，有没有没拿到的？有人觉得只是刮刮乐，我们这边还有现金红包，好不好？还是我爸好啊，你。真的是现金吧？问问题哦，好，问问题哦，答对就送了，好不好？好。请问全台湾最好的安养医院是？一，注意哦，注意听哦，一，美发；二，中医；四，中台；四，龙中台，哪一个最好的？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。感觉有一位再不选他手要脱臼了，而且护士把他手举起来，你特别喜欢他。好了，我过去问一下啦。给丁少林，好不好啊？哇，太好了！没有拍照。请问全台湾最帅的主持人是哪位？选择题一梁朝伟，二杜德伟，三苗侨伟，四当然是秦伟，不然是谁？一二三，秦伟，你到底是谁？你选的啊？啊，请问是谁？秦伟。哎，阿南，哎呀，大门的工匠，来，一二三，请回。人家后面有讲，后面真的有讲，问一下，我有听到后面讲，后面有讲啊，是谁？